二月五日，由山西白求恩医院医护、后勤等人员组建的山西省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集结完毕，赶赴湖北。这次我们总共五十名队员，这次我们接到的任务可能是去方舱医院，就是我们战地医院临时可能组建一个医疗单元，这样的话就独立的一个病房，独立的任务。我想我们可能会遇到一定的困难，当然我们有信心把克服困难，把工作做好。据了解，二月四日下午，由一辆指挥车、一辆运输车、四辆方舱车组成的方舱车队，以携带救援防护物资紧急启程驰援武汉。此次四辆方舱车八顶帐篷将组成方舱医院收治患者。这八顶帐篷分别是指挥帐篷、预检分诊帐篷、诊疗帐篷、重症帐篷、留观帐篷、通道大帐篷、隔离帐篷、住宿帐篷，满足快速收治病人、快速分诊、快速隔离治疗的需要。这是一所可移动、可手术、可自我保障的移动医院，展开面积约300平方米，可集中收治伤员24名。到达湖北后，将根据患者情况而定。山西省这个紧急医学医疗救援队是我们国家队，所以这个队伍呢是山西省唯一的国家队，这是国家卫计委同意调配我们，同意接到我们指令，我们去奔赴前线的。按照我们目前的准备上，可以在短时间内投入到这个疾病的治疗中。当然，这个从物资的角度上，但后续还需要当地的协助。史淑芳是山西白求恩医院骨科护士，二月五日是她父亲的80大寿，她并未告知父母，而是在当天跟随山西省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赶赴湖北。首先是祝老爸生日快乐，然后就是也不是有心想瞒着他们去，就是害怕他们有多余的担心。我们肯定还是有一定的专业知识，能防护好自己，一定会平安归来。救援队员们和亲人同事相拥告别，互道珍重。他们从山西太原出发，乘动车奔赴武汉疫情救治防控一线。出征之时，万语千言化作一句话：保卫武汉，就是保卫全国，就是保卫山西，就是保卫太原。保卫好自己，才能打赢此战。希望你们发扬新时代白求恩精神和革命老区百折不挠、艰苦奋斗的精神，用最大的努力、最专业的知识，协助配合当地医护人员开展好医疗救治工作，圆满完成此次援鄂任务。同时，也希望你们做好个人的防护，安全的归来。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